今年呢，我们的武山话剧社要带来的作品是《留才不如留德》。今天的活动有很多的养分，值得我们去就是吸收。而且看了武山话剧社的演出啊，除了在当下的感动和感触以外，其实真的回到家之后，你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就是有一些连结，然后会有一些省思，然后真的就进而，如果我们去就是改变自己，就是从剧中学到的东西，然后去试着去做，哎，真的就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人生啊，真的就会越来越开心哦。有没有越来越开心就开机了，是不是非常的好？对，开机，人生开机了，哇，美好就开启了，好，真的是太棒了，对，真的是太好了，谢谢我们的音效大哥，这个是音效大哥特别安排的音效，对，那在如此纷乱的时代呢，那现在人们渐渐遗忘了真正让生命生活变好的方法，那现在注重才艺金钱啊，比德行还高的时代呢，究竟是对还是错？那我们有变得更幸福了吗？那世界有变得更和谐了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武山话剧社要带来的《留才不如留德》，掌声欢迎他们。哦，啊，头家叫咱来看这個，啊，什么卡到什么啦？哦，你卡到音啦！哎呀，是阿卡贝拉啦！对对对，啊，都讲咱来组团去比赛呢。哦，咱哪有可能会赛啦？嗯，那也袂赛，啊，得这样那样就好了。哎哎哎，子宇子宇，你说对不对？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啦。哎，好像呢，有道理哦。啊，不然我们来试一试啦，一人先发一个音。啊，我先开始，我先开始。宇哥，俺当初这么久，唔知你好这 A P P 呢？什么 A P P？ 我跟 R I P 咧，拜托一下，伊这是 B Boss 来的，嘛 B Boss 啦。B boss， 你听啦 ，B boss， B boss， 你听到讲对啦 ，B boss 啊。哦哦啊，好啦好啦，您呵呵啊，练习吼。董事长，可不可以爱咱去比赛？什么？去比赛？开玩笑吧！比赛？哎，副理，我们很多事情要做呢。哎、那比赛，比赛较紧哦。对啊。副理，比赛不行啊，我们一定没办法的啦哦。哎呦，天哪、啊，董事长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们啦？哎，啊！你们没有试试看，怎么会知道？咱做人若无直下承担、勇往直前的态度，公司的工课是嘛免咱做会好。来啦，大家再试一次，试一次嘛！哎，小雨，给大家一个 B， B 啦 ，B 啦！真真，哦，你讲话有够粗鲁呢，什么 B 啊？足侪音啊，你无看的？什么 B E A T？ Beat 啊！B E A T beat 啦！哦，你们不要跟我做互利哦。啊，我得靠我福报啊！好，好了，那我先开始哦。啊！啊！
导演敢叫恁演阿卡贝托，伊叫恁演阿卡贝拉呢？嚯、哦，你从啊，等来等来啦！副理，我刚刚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啊？啊，等那些标警小心包子怪怪啊！你才像泡水的白面包啦！好啦好啦，呵呵啊，练习董事长吼，可不可以来去拜师学艺耶？啊！哎呦，副理啊，我下班要回家去追剧呢。啊，我唱歌是几万年前的事情啦，喉咙哦早就被封印了。哎，那刚刚我们啊的很不错了啦，练个几次就好了，不要大费周章啊。我啊跑业务，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了。副理啊，发发慈悲心啊，拜托拜托啦哦！副理，对对对，刚我们那个啊的已经接近天籁级别了啦，应该练一下就可以上场了啦。对啦对啦，哎，副理，我来讲，我唱歌没办法，就去比赛过过场啦。对啦，副理，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如果都去学那个什么阿卡贝拉，公司不就没有客户，没有客户啊？我们是要喝西北风你，我唱歌也不太行啊哦。哎，我唱歌好像也比盛轩。好听一点点而已，其实也不大行呢。我感觉你拢针对我咧。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是不是啥啦？你是不是介我？哇啦哇啦！我你啦我你啦。好，等你，我来好好啊唱歌哈。好啦，拜托您，较认真嘞，好不啊？啊，你们刚唱这样，你拢觉得很可以哦、喔。嗯。你是用耳腔有包皮，还是精神有问题？精神状态良好，那不能等一回诊吗？哦，副理，我耳朵没有长包皮，精神状态也很良好啦。我们哦、喔、是很务实的为公司分析着想。你认为为公司着想，那是短视近利的想法哎。其实要去比赛阿卡贝拉，那不是重点嘞。重点是爱恁甲导师学习德性，咱若无良好的德性，赚遮侪钱，只不过是穷人饭袋尔。啊，你若搁用穷人饭袋的思维吼去运作生命，迄就是啥？就是穷人饭袋啦。是。活着毫无意义呀、啊。啊，各位啊，董事长各位，咱来甲良好的德性。跟我們的生活融合社会，這樣我們自己的生命力才會更有充實感，這個社會也更加舒適穩定啊。真的啦，德性喔很重要的啦。沒啦副理啊，德性只是口號啦。欸啦，不要浪費時間啦。欸啦，不要鬧了啦。副理，你是太閒了嗎？副理，那麼簡單的事情不要麻煩我們了啦。对啊，副理，走啦，回家洗洗睡了啦。哎呦，没有德性的我们，还不是每天在过日子，哎、也没有怎么样啊。嗯。哦，看看你们，还没做的底下可以不可以？大行大吉，领导更是会敷衍了事。大行拢想着家己的习惯性的惯性生活，你那么想过，人生的干那欲望、家人、阿哥，你的生命的生活，你拢没想过吗？哈。看看你，你们两个都有，就是你，看你，看看你。哎呀，好啦，不理，卖手机，卖手机啦。副理这很奇怪对啊，他是那个整天只想着护法那个副理吗？副理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我觉得有可能。难怪最近都觉得公司阴阴的啦。哎呦，那都是发劫了，贪小便宜，把公司冷气开到最强哦。那呢，兰丽？吼，林佳呀，哈，你们这么什么事情都想得那么随便，那么简单就好了啊。哎，我白跟你讲啊，那不是讲要下台都起来？狐狸啊，下台底下啦，咱落去落去那边啦。奇怪咧，行唔到就行唔到，我行落就好啊。伊唔知舞台足长吗？加了。副理怎么都走那么快，都不等我们呐、啊嗯？他可能时间到了，要先去回诊啦。要不要带副理去哪里收金一下？不用啦，我看吼，
护理哦，最爱他的头发，头太油，现在我去洗头了啦。哎，护理是不是生气了、啊？哎呦，不要理他啦，护理气一下，明天就好了。哎，祥玉啊，那、怎么了？练这个有这么难吗？至于你问这个哦，难吗？哎，别别别，祥玉啊，练这个有这么简单吗？简单哦，难，简单，哇塞，是难还是简单呢、啊？够呀，练这个有这么难吗？我难哦，练这个有这么简单吗？又很简单了、哦。好，那练这个跟德性到底有什么关系啊？真的假的啊？德性有这么重要吗？很重要吗？好吧。这个德性重要吗？德性什么鬼啊？你们在乎吗？哦，德性跟生活有关系吗？德性行得通吗？那呢？德性敢吃会饱？德性？A few days ago， 几天前。福利，你最近很累吼、嗯。对啊。那一群都不好带哎。哦，一定的，真正德性就败呢。嗯，莫怪我看你头毛油漉漉呢。啊，你看我这少年，我拢少年秃啊。哇。爸，我来了。爸，你身体怎么样？壮诶，你是看要分财产，收紧。哦，现在设备坏去啊！哦，这女儿真的是往死里打呢，我都活的都被你打到要往生了。爸，你都这样呢？我错一下，都这么错起来呢？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哎，身体就是个躯壳，哎，担心什么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哎，啊，哎，傅里，嗯，哎，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啊，就迄阵员工，哎，真正品德足歹，讲一句应了十句啦。哎，那你们知道现在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是为什么吗？大环境经济不好啊。哎，再怎么不好，也没有我们以前经济还没起飞的时候不好啊。嗯，是咱生活过了太好吗？哎，你们的思维都在环境，哎，不要忘记，环境是人所变化而来的啊。哎，当人们不再探索生命的意义，不再重视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态度，不再落实正确的价值观，哎，漫无目的的，不再清楚如何落实礼义廉耻，彼此将心比心，只知道领个薪水，生命都让情绪欲望做主，才会一代不如一代啊。嗯，哎，你知道我们去我们公司叫做易觉园刘德贸易有限公司是为什么吗？董事长，不知道哎。哎，就是希望这间公司能为社会培养出有品德的人才，胜过赚钱。嗯，品德比赚钱更重要。嗯、这未免嘛太过清高呀吧？公司安尼得意无啊？哎，你哪会安尼想啦？嗯，啊，你们难道没有听过“有德持有人，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有财持有用，
一切的美好都是由德开始，有德才能拥有一切。啊，狐狸，嗯，哎，头那有干呢啦，我应该谢谢啦哦。我，当然，我这叫做护法油量，你看。啊，你啊，你狐狸的德，原来护法他领进安就好啦哦。护护哦哦哦，当然。看每一个拢要讲我的头毛啊！你逐天的头毛臭咪毛来公司，我顶个月有说啊。嘿，爸爸，我发现现在员工品德真的都不行哎。虽然他们没有偷，没有抢，可是早上见到人也不会问好，整天无精打采的，好像欠他们几百万的样子。工作的时候还会讲脏话，气质有够差的。跟他们说哪里要改进。表面跟你客气，我从镜子反射转个头就给你翻个白眼呢，就像这样啊。无啦，我是眼睛小，我拖你想代志。无啦，我是充满真诚聆听的灵魂之窗，安尼有看到吧？真诚？嘿啊，我是看不出来啦，是看得出来你灵魂有痔疮。哎，当哎，你昨晚是不是跟我看还丑陋了？董事长，你看他每天头油成这样都可以煎蛋的，还害人家滑倒，这样可以吗？哦，是啊。天哪，这怪死蛋哦！太臭了，每天这样不行。那我的品，整理一下自己，整理一下自己。哦、好了好了，哎呦，哦，我真正有咧气死呢哦。啊，好了，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好好整顿整顿公司的德性教育。为了让一学员留德贸易有限公司倒风长存，嗯，董事长，那我们该怎么做啊？嗯，听说最近有个阿卡贝拉比赛，啊，召集大家去参加。哎，富力，哟，你召集大家带他们去。哦，嗯、好的，董事长。嗯，对，哎，富力，富力，嗯，你要先带他们去找五位老师。五位导师？嗯，第一位。耐力肌肉小巨人，耐力肌肉。嗯、第二位，专制不良神经师、啊嗯。第三位，拥抱天地草木师。嗯、先带他们把品德学好啊。爸，这名字怎么都那么奇怪啊？还有什么情景偏偏情景偏偏？还有一位，钢琴老师。这一位名字听起来，比较正常，还我骨节嘞。不要紧，不要紧。爸。哎，对。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啊，我讲五位啊，我只是介绍四位，对不对？不是才五，不是有五位吗？才四位，那还有一位嘞。对啊，我这我要刚跟你讲啊。哦。这关于第五位啊，要先通过前面四位导师。才能见到最后一位导师的导师大智者。话说，若能见此大智者，生命必能脱胎换骨。哦哦哦！老了老了啊啊！哎呦哎呀啊！对，要跟你们讲一下关于那个草木师的传人啊，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草木师在去年已离开人世啊。那我们就没办法脱胎换骨了，那怎么办啊？哎，据说草木师的传人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啊。董事长，什么时机开始适当的时机啊？来，我改讲来，来，就是啊，天机不可泄露。哦，好了，天机不可泄露。哦哦，我查某囝较优秀，较优秀的啦。好了好了，爸，我跟你讲，现在只有一堆干扰人的5G 辐射，没有什么天机不可说，你就告诉我吧，快点快点。啊，我跟你说，既然是天机，自然有它的自然，机是自然，自然不可以让你这非自然的意识先探测到。你这个、啊、想知道的非自然心，自然不可以让你知道，正在自然中。运行的自然，富里，富里，你听得懂吗？当然是听不懂啊！
哎、欸，阿姆哥听起来足自然的，足柔顺的，你想要来试看吗？哦，赞哦。哦，爸，我发现你不用夸我很有智慧啦。不是啦，是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自然。哎呦，啊，你就还没脱胎换骨，说了你也不懂。好了好了，不要抬杠，不要抬杠了。哎，等下，迄、那个草木师的传人，伊哪拢无出现，啊，唔得白忙一场了吗？啊，就只管把握确定可行的事，把握确定因素，哦，其他自有他自然的安排。好啊，好，顺其自然。好，这就对了。顺其自然。要来森林呢？啊，你开穿安尼啊？你搁骑羽毛球拍，是要来训练，是要来拍羽毛球呢？你看，哦，啊，你更加正常一点嘛。啊，你呢？欧巴。欧巴。哦。哦，韩剧看伤济。啊，你穿安尼，你是要海滩耍呢？出乱。哦，出啊。你啦，你上咸啦，你穿高跟鞋。你等下，你爸爸有话讲。没啦。啊，哥你，这个装扮安怎？八加九，要去老几呢？哦，真正是。哦，你上廖岩，你这装扮哦，你穿洋装来森林，你穿洋装，你是安怎？你当作你是公主吗？拜托，你是 Elsa 哦。Let it go, let it go。你要勾一堆勾去遐导航，对遐勾啦，导航遐讲的啦。是啊，是啦，够、哦、够就够了。哎、欸，这里是哪里呀、啊？啊，路有没有走错？不是什么教室吗？哎、欸，这么荒凉恐怖哎、欸！哦哦，我就知你介意我啦。哎、嗯，哦，好像有野人，哎、欸，有野人，有野人呐、啊！哪里啊？哇塞，你那么厉害，你又跑到这边来哦？怎样？认识的哦？不认识啊，不认识。啊，不认识你们，就是有一种感觉，那种啊似曾相识，啊又不认识的那种感觉。哎、欸，你们都没这种感觉吗？没有。没有。嗯，奇怪。哦，我们是。哎，傅里啊，那你听得懂哦？一看就懂啊。一看就懂。扯了吧，傅里，那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谁啊？来这边干嘛？啊？怎么这样？真的假的啊？哎，傅里，那我来跟他说，我来跟他说。哦，好啊。我们是一绝缘流的公司职员，来这里找那个很猛的萌萌小巨人导师，接受阿卡贝拉训练。呜呜呜呜呜。对、啊。好啦，你等，我帮你跟他说。我们是一绝缘留德公司职员，来这边找很猛很猛小巨人导师接受阿卡贝拉的训练。小玉啊，我刚跟傅里讲的不一样吗？一样啊。麻烦你跟他说一下，你跟他说看。好，我用我的方式跟他说。哟，哎，我们是一绝缘留德公司的职员，来这边找那个猛猛的小巨人导师接受阿卡贝拉的训练。呜呜呜呜呜呜！你笑啦！哎、欸，包子，啊，他刚才是不是说我脑子有问题？我觉得好像是哎、欸。是吗？哎、欸，傅里，啊，傅里，啊，他是不是说我脑子有病？哎、欸，你跟你打个牌，你跟我打牌。哎、欸，志玉，你看呐、啊，我看到他比什么呢？你行，你厉害，是不是？嗯。他说你脑子有问题，你还得意？我看得懂啊。这换我来跟他说了。喂！
喂，我们要怎么跟你沟通啊？你才懂我们的意思啊？是要读唇语呢，还是比手语啊？这样你才明白我们的意思呢。你没看过电影吗？拄到丧尸的，假装是丧尸，伫遮吼，咱就该做同款的，安尼较安全。电影拢安尼演的，特懂啦。大家冷静一下，冷静啊，冷静啊。哦，你是不是个神经病啊？阿辉啊，你团呢？哎，安尼足无礼貌的呢。啊，搁有啊。我导师会安尼走来走去，跳来跳去，就是因为你的声音频率真正太过无礼貌。啊，你用这无礼貌要来学阿卡贝拉，你嘛唱不出什么好东西啊！啊，你好听的声音，无好的能量，迄嘛是一种污染的。所以吼，恁在座的各位吼，你来好好洗涤洗涤一下恁的心灵，同时吼，你该调整一下恁的人格。人格？傅里，拜托姐，我人格很健全，好不好？就是啊，傅里，我人格也不错啊。说你的课，我的卡。傅里，我还渐渐美嘞。我啊，不止人格健全，还很健壮，好不好？对啊，对啊，哎，傅里，我跟你说，我还人见人爱嘞。傅里，傅里，我健步如飞，我的我的。哎，小玉，小玉，你也呛他一下，呛他一下。呛啦！快点呛他。哎，我健健康康。哎，落掉了啦！哦，谁怕你健健康康啊？我马仔，你都健健康康啊？啊，不过你的劣根性真正是表露无遗的。好，现在导师要开始讲话，注意听。没错，他就是你要找的小巨人导师，来到这要勇敢接受训练，耐心、耐力、道德与勇敢面对自己的心魔的勇气。既然来啊，不能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耍来日子来的，叫你做东，你就来做东；叫你做西，你就来做西；叫你跑步不准散步。底下敢那有时间让你爬梯哦，无时间会当让你爬梯。同时，搁爱训练毅力，搁爱训练谦虚。导师搁继续讲，注意听。这样懂的吗？懂。布里，这次比那么长，你翻译要变演讲哦。导师只有说三个字。哪三个字啊？懂了吗？香蜜呀！真的是迷之手势，迷之翻译耶。对啊，不对啊，傅里，奇怪呢。他刚刚讲那么短，你有办法拖那么长？现在他讲那么长，你跟我说三个字，到底怎样了你？哎呀哎呀，傅里，奇怪啊，他刚刚比那么短啊，你说那么长啊，他比那么长啊，你又说那么短啊，到底对不对啊？啊，导师底下你怎样问伊啊？要修你妹导师哦！我哪有啊？你讲你小矮子啊？我修啦，你知我心内咧想啥？无啦，我是要问。没，我帮你翻译，我帮你翻译。导师，你拖那误会内容，我改用安尼翻译安尼，对不对？什么？傅里，我也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都知道啊？导师比这么长，傅里你说那么短，导师比这么短，傅里你又说那么长，而且又都对，怎么会这样啊？
哎呦，我哪弄在？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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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嘛，唔是咱这个耳膜，嘛唔是咱这个头脑，重点吼是咱这条心，心啊，看到无？心，心，心，我的一颗心，剩下在哪里？到底谁能教我找到这颗心？心现在在哪里？到底谁能教我找到这颗心？哦，我们怎么穿成这样啦？啊，穿成这样，我以后怎么嫁人呐？我要传出去呢！哎呀，天哪，我居然沦落到这种田地，太累了吧？会不会跑出萝卜腿啦？哎呦，那有什么关系？啊，你男朋友不就叫兔子？啊，你跑出萝卜腿，他刚好每天都追着你跑，就离不开你了啊！是公傻你。小巨人导师，小巨人导师，我们已经跑了十分钟了，都还没吃饭呢。哦，跑了十五分钟了，可以休息了吗？天哪，还要跑多久啊？哇塞！我要跑到天荒地老吧？到底还要跑多久？爸，爸，我们还没吃饭。哦，傅里，你逼的节奏整个不在我们跑步节奏上，这样比我们跑还更累呢。哦，好啦，那我不吹了。导师公没赛。你来学习接受干扰，你才不被干扰。你哪不被干扰，你才能超越干扰。哎，这做重要，赶紧讲一遍。你来学习接受干扰，你才不被干扰。你哪不被干扰，才能超越干扰。啊，你听有无？乖乖乖乖，呜呜呜呜呜呜，麦个呜啊啦哦，呜呜呜呜呜呜呜。哦，导师讲，拖你内当落去吃饭，那是这阿发无礼貌，叫导师麦个呜，继续走啦。哦，发姐。哦，我是形容导师像森林之王辛巴，呜呜呜，呜呜呜呜。导师讲，那只辛巴是啥样呢？啊，你刚讲伊是精神哦，嘿，继续走啦。那是形容，形容。导师生气了啦！你可不可以停下啦？不要再惹他了啦！杰哥，你真的不会聊天呢、欸！快跟导师道歉啦！我是形容导师像森林之王辛巴那样高大威猛啊！哦，高大还说谎话，难怪人家更生气了。哦，阿巴利麦克欧贝恭维啊啦！再怎么高大还是畜生啊！哦，好啦好啦哦，我真的是越描越黑呢。导师，拍谁啦？哦哦哦！好，导师讲你安尼，糟糕，乱七八糟，身体也不行，心态也不行，都不行呢。好，导师公你也当乐意吃饭啊。当然。导师公吼，
以前你形容伊高大威猛，是你真实的感受。导师嘛夸奖你啊，感受力袂歹，啥意思？真心赞美。只不过刚刚借由这个机会，让大家学习品德，学习生命共同体，让大家接受训练，接受磨练，才会到磨出。磨出什么？哦，磨出什么？磨出？哦。呜呜呜呜呜呜！好啦好啦，我知一定都无好教啊，辛苦啊，你辛苦啊，莫艰苦啊，啊，我拄着啊，哦，那个饭哦，真的很难吃呢。对啊，那饭量好少。喂蚂蚁哦，对啊，欸，应该抓只鸟来烤烤，来个丛林野炊。哦，我啊，回去啊，真的要出一本书了啦。哪来灵感要出书啊？啊，这几天文思泉涌啊。啊，书名叫什么？说来听听啊。叫时候的世界啦。哦，想要离开家，搁未晓都离开啦哦。哦，我的欧巴，现在不知道演到哪里了。引到他到森林里，现在就在你身边啊。啊，我的欧巴身高185，长相斯文，会说韩语呢哟。帅哦，我就长帅哦。哦，我个生菜沙拉嘞，讲的话都让我很难接啦。你是没有导师当我顾啦？啊，这不就来了吗？护理现在要干嘛？哦哦，现在要训练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啊，这不就吃饱饭后可以来睡一下午觉嘛，对不对？哦哦哦哦哦！导师讲，你若投胎成蚌壳，你得让睡一千年啊！蚌壳。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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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咱来让学会让心学会掌握身。让身与身外之物融合，观心现事变，变事如幻，幻中有时，时幻皆心啊。傅里，虾米啊？傅里太高深了吧？可不可以白话一点啊？啊，哦哦哦哦！哦呵，导师讲，叫恁手给水烫，袂让让水滴出来啊。切！哦哦哦！导师讲你是切什么切啊？哎，足无礼貌的呢！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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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导师讲，甲您讲心法，你哪唔知影？只好跟你们讲怎么做啊！啊，今麦甲您讲怎么做，你们又看不起，真真真是傲慢，够无礼貌的。啊！哈哈哈哈哈！别敢哭啊！别敢哭啊！小心啊！好，起来，去做你该做的啦。紧的啦，搁安尼拖拖刷刷，真正是。哇，哪当？哎呦喂！捞出来呀！哎呦喂！捞出来呀！哎呦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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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呦喂！夭寿啦！啊不，怪我给灵感，赶快给几条裤。Oh my god！ 丛林剧番外篇呐！哦，还好不是拉到小巨人导师啊！啊，不然啊，五三话剧啊，就变现自己喽！哎，恁哦，啊，水烫烧烧的，水烫烧烧的。哦，今天啊，恁一早真是有够。有呀。有够咱要回啊。哦。啊，导师嘛不知要怎讲恁啦哈。哦。都还收起来。哎。哎，这么注意。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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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呀、啊？还有，五分呢，五差哦。阿姆哥，你们真的是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哎、欸。我看吼、哦，先训练不用体力的，但行训练需要冷静哎。哼，训练需要冷静的临危不乱，那今晚来训练临危不乱。啊，冷静冷静一下啊。助理啊，啊导师去哪里啊？导师哦。伊讲伊习惯安静，啊，惊等下耳朵痛，所以以防万一，他先离开。啊，您冷静一下哦，我要准备道具了。等我一下哈。导师还未卜先知嘞、嗯，这么神，啊，知道自己会耳朵痛。不要偷看哦。心偷看哦。哼，咱今晚要来训练临危不乱。哦，狐狸啊，啊这么重一咖的训练，这边、哦，哪边哪边？这边、哦，这么重一咖的训练是可以训练什么啊？啊，训练临危不乱啦、啊。嗯，哦，你嘛做重一咖嘞。哦，等一下哦，大家要摸出里面是什么东西。来，谁先？哦，这个好，这个好，比较不会累啦。啊，来来来，要摸什么都可以啦。来，赶快赶快。哎呀，我最害怕这种了啦！哎呦，你是不是男人啊？男人哪是用在这种小事上面的啊？哦、你们很胆小哎、欸，这根本没什么，好不好？啊！哦，啊，你是摸到啥啦？我没摸到。啊，没摸到，你叫屁哦！哎呦，有这么恐怖吗？放我！啊！你卖 gay 哦？你不是也没有摸？有摸啦！你摸到什么？海参！加森林呢？加森林呢？到海参啊！哦。来啦，下一个。哇啦哇啦，你莫叫是安尼，我会惊哦。等你就知影了。这个真正有在摸，真正有在摸啦。这什么东西？这个比较冷静。这还好啊。你摸确定一点再跟我说啦。还好啦，这是毛毛的。什么？你再大声一点啦。坏蛋啊！那你赶紧救起来呀啦！他们啊，几个被你们下一个直接变性了啦！你们这哪有哦？女人真的比恐怖箱还恐怖哎！对啦，你们三个再摸一次，直接跟我们讲是什么就好了啦。哦，是不是男人啊？人家当然是啊。哦，到底是什么啦？啊，不要指望他们，我去。去，快走开！疯啦！啊，对嘞，临危不乱。九桃啊，九桃，啊，你什么颜色啊？什么颜色？啊，穿色目睭，那看有啦，金盲哦。哦，歹穿穿。你听到没有？好嘞，好嘞。开当麦崩。袂使。来，大家欢迎你去啦，太惊啦！加，加，哦，这啥啦？毛毛的，滑滑的，啊，你公的还母的？变性的啦，变性的，变性，哦，北公才变性，来啦，啊你啊，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啦，你啦，来。好玩的啦！来啦！哦哟，这啥啦？蛋呢啦！哦哟，这你的喷喷喷，哎呀，喷啊！你什么个性啊？喷，我才什么个性？这就是喷啊！哦，你今天做泰国鬼啊，啥鬼呢？你啦，最大个来。干嘛啦？你又摸到什么啦？
我没有摸到，没摸到你叫屁哦、喔！啊，我小公小文仙呢，唔免摸，叫姐就好啊。哦，你干嘛学我啦？学人精呢？因为我介意你啊。哦。哎、欸，你一个一个啊，真正是没有礼貌，又没有家教，更没有临危不乱的正气耶。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可以互为感通的啊，都买当在什么颜色，公的母的，什么个性。只要你们的心再安静一点，再安静一点，再干净一点，您的心连愿意安静下来意愿都没有，您活着的感到有情绪跟物质的牵扯变化，安尼袂使呢，这副德性真正是没有德性呢，莫怪都没有正气。好啦，再摸一次，等下吼认真摸，摸对猜对了就可以提早回家了。欸金毛毛来回来了啦！哎呀，你拖当然不是救起来，啊，我当然伊都走开啊！你真正是活得你啦，富丽呀！啊，你咋知有这好的条件就爱找阮讲啊？阮袂惊嘛！你无听过“教之以道，天荒地老”？你讲“教之以力，力尽教书”吗？你来来往往感到有利益的心理啊，安尼袂使呢？富丽，我觉得你怪怪的呢，讲的话都听不懂。是你平常时太过庸俗吼，没有发现我的内涵啦。啊，好啦，你莫搁开讲，是拢无想要得你啦。好啦好啦，我来，这一次一定摸得到。来哦。嗯。哇！我知道。摸什么？发芽的马铃薯。马铃薯，搁是假的。等你啦。很多啊，很多只的。回去回去。来，我来啦。卫生纸啦！你无蒙着，我有看到，落去。好，卫生纸，卫生纸，啊，迄条卡掉啊啦！啊，忘记了，拍照。系啊，来，我下一个。啊哦哦。手干啊啦！手干啊！啊，无买买哦。手夹着呢，淡淡啊。副理。发霉的碗粿，啊，碗粿，较正经的啊，较硬起来，对吗？哇，小，西瓜的包啊，你叫西瓜啦你，你拢西瓜啦，来啦，你要都需要蒙，那答案就出来了啊，就刚才前面有那个什么包啊，马包啊。马铃薯、猪肝啊，瓦粿，对，啊，这不是喷的啥？喷，哎呀，是喷，喷呐、啊！哎，我来，我来，我来讲一摆，我无共款，我一定蒙到的啦。对嘛，认真的态度明明就是对的，偏偏开出条件才肯。好摸、哦。我知道啦，是富丽的一粒心啦，要唔对啊？可我无要对。哎，奇怪，富丽啊，怎么没看到小巨人导师啊？哦，小巨人导师哦，阿姨讲，伊惊恁女人的尖叫吼，受过歇斯底里啊，所以受恐怖啊，伊惊耳朵痛，所以伊先离开安尼啊。哦，刚刚我看那个导师走出去，我就问富丽啊。傅里说、哦：“那导师怕女人，怕吵哎、欸。哦，原来他还是先知。以前我都以为他是个疯子。对啊，我一开始也觉得他好奇怪。嗯。老实点啊，老实点啊，等下啦。像兄弟都没以貌取人啊，用自以为傲慢之心活着，自然你得看清别人啊。同时，你跟用世俗欲望的心过着，你自然你得个评估别人啊。”处处充满权衡比较利益，跟勇气的欲望的心，你在世界上创造一个自以为形象很好的样子活着。你殊不知，你这个自以为拢是假的呢，拢是假的呢。活着不是自卑就是自傲，活着不是对立就是乌合之众，活着其实不明不白，活着像没有活着一样啊，浪费生命嘛。唉，物理真的怪怪的。
哎，我怪怪的没关系，重点是你们要过关啊！你到今连一关都没过，啊，好，我帮你修了一关，您赚到，赚到啊！这一关不但可以飞天，可以当钻地，叫做通天之气。来，巧，咱那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哎呀，傅，你不要再训练了啦！阿七七到底跟阿卡贝拉有什么关系的？对啊，到底？哎呦，烦哎！我要追剧呢。呜呜呜呜呜呜呜！导师公哦，看起来不相干的两回事，随着用心去做，时间一到再回头看，其实不相干的两回事互有关系呢。咱今麦教育的是修过浮华浮面啊。没在教导耐心、道德、将心比心，以至于吼看不见每件事情深度意义的理解，可别要谦虚啊！拜托你诶，用心学习呀、啊，一辈子最大收获诶，嘛是你们自己而已啊！啊，拢无听到？哦，对嘛？呜呜，好，开始训练，导师，安请。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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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败，没败，这样看得懂了吗？啊！起笑你，要创啊啦？傅立，看无？看无不要紧，请导师示范，我会当边讲解啊。哦，回去啦。哦，惊死！哦哦哦！啊，导师，咱再请一遍。正所谓通天之气，呜，丹田蕴藏，呜，缩肛内送，呜，内劲上行，呜，左右肋骨缓夹内收，呜，胸口八卦，呜，乘风出白灰。啊啊哎呀，这个我好像在网络上看过，是不是很有名那个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的那个啊？哦，喂喂喂喂，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喂来喂来，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哦，你老讨人，我买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闪电五连鞭。你是拢无食药呢？哦，傅离，再待下去我们不傻也要疯了啦！哦，不会啊，我看你蛮融入这片森林的啊。哎呦，傅离，我们要通天了啦！你不要被通天，你被下地狱你！我要回家洗澡盆打电动啊！傅离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了啦？呜呜呜呜呜！导师公，你那没有完成是不能回去的。哎呀！呜呜呜呜呜！哦。导师公，好灵差姐通天之使都鬼气啊，只能换下一个训练了。妖修还有哦，釜山话剧啊，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待的剧团呢。令告进哦，连一关都没有过，接下来这一关很重要，真的对你们很重要，叫做忍者无敌。导师，安请。悟忍者无忧无惧无恐，悟忍者和和自在无争，悟忍者与乐拔苦人所两忘，悟忍者舍己为人，忍者直下承担。你别耍你好歹你，直下承担，直下承担，决定一下，
把蛇扛在肩膀上，谁拿舌头？谁拿舌头啊？太刺激了！圣轩，你舌头来，将大家蛇夹来拔。什么？我的舌头，蛇啦！我夹掉吼，你得孤独终老嘞。哇，那个是啊，不不，祥玉啦，祥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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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吃不下你。没有啦，不是，杰哥啦，他在健身啦。杰哥，什么我啦？治愈啦，他有在打羽毛球啦。二师大，哎，发姐，他有点逻辑啦。哎，那个大只的可以让蛇吃得饱，哦啊，壮的可以让蛇吃不了。啊，有在练肌肉，可以跟蛇拼搏一下。我这打羽毛球是能干嘛？就是你平常都不能干嘛，好吃懒做，吃喝玩乐生活没有目标，脑袋空空，口袋松松，只知道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现在就是你回馈社会、贡献社会的时候啦！哇，人到生死关头，还真的会文思泉涌哎！哎，你说的这些，我哪一个不是啊？啊，不然第一个好了，阿呼呀啦，来，你干嘛？万一生起气来，恰干那啥，蛇都会怕。万一不信哦，他的。头发粗的可以卡住蛇的喉咙。哦，你恭喜啊，回了。不然包子好了啦，包子啦，有肉有菜，营养健康啦。什么有肉有菜呀？可爱的包子脸，那强壮的萝卜腿啦。我去啊，你们去啦，你去啦，你去啦。人性啊，人性啊！现在大社会环境这么糟糕，就是没有深刻了解到人人拥有好的品德，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人生有多重要啊！悟悟悟！治愈哥，我们大家都光着脚丫子，就你穿个球鞋干嘛、啊？哦，光着脚丫走路很痛哎。哦，恁哦，真正是丢咱一绝的刘德公司的面哎。啊，各位啊，小巨人导师公，恁底下训练虽然讲恁的身体每天在进步，但是恁的生命却一点也不会进步。所以吼、哦，我今仔先爱心带恁去治疗不良心态，我今仔要带恁去见第二位导师。专治不良神经失。哎、欸，前面好像有声音哎、欸，啊，在哪？我靠，在拍电影啊！哎、欸，走了一个原始人，又来个怪人呢、欸。嗯，哎、欸，看起来不是很好惹呢。哎呀，可能是灭绝师太哦。刚刚听这个声音这么犀利，这一关啊，一定更难呐、啊。哦，古装剧哦。哎呦，满足你最近没看剧的遗憾啦。哇塞，搞得跟真的一样呢！来者何人？所寻何事？在下一绝留得公司职员。此次前来求助不良，愿助笔记。臣乃一介凡夫，我何能而为？诗不凡，笔必可谓改之。此群人莫悠悠者，而难事也。愿孤许之。什么？谁为汝孤绝？哦，刚刚那眼神，确定了啦！灭绝师太，灭绝师太啊！惨吧惨吧！抱歉，官师，气质秀出，世慕名，魏总为古龙女。哇塞！
傅里会说古代话，说古代话也太有气质了吧！我回去哦，一定要带他去检查一下啦。哦，好有气质的傅里哦。走了一个原始人，又来一个古人，不可否认的说文言文啊，真的气质非凡哦。但怎么都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哦，都只有那个无所事事的傅里才听得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啦？是这里太古怪了，还是我生病了，让我回去了啦？你说对了，傅里是吧？你也觉得这里很古怪吧？你跟董事长说一下，让我们回去了啦。我说，你说对是对的事，就是你生病了。我生了什么病？这都市病、文明病、唯物病、欲望病、价值偏差病、特异功能衰竭病啊！我能救乎？我愿闻其详。哎，你也会说文言文啊？对啊，我跟我老婆也是有追一些剧的。改天透个透个。傅里呀，你们两个不要在这边聊天了啦。哎，在这里啊，人烟稀少啊，会不会等一下不小心？他们被他灭绝了，也没有人知道啦。什么灭绝啊？你看人叫气质，我拜托你，麦克，别讲，你讲起我把东听呀。好好跟导师学习，好不好？你等伊，你等伊啦。哼。避人腹痛，先行方便。傅里，你别得啦。放晒啦！哎呦，大家不用担心呐、啊，我们六七个呢，还怕打不过一个、哦？如果你在讲，里面就你最要小心呐、啊。为什么？你没听过人肉叉烧包吗？我来问他一下。小姐，看你那么漂亮，应该是家菜啦哈、哦。啊，不然叫什么名字？说出来大家一起认识认识啊。在下姓梁，名人，字规矩，号守规矩。梁人守规矩，不可直呼别人名讳。惊死惊死，了拜了拜哦。唉，个个秉性顽劣，惯性闲谈杂语，天上地下，唯己独尊。这天时。果真是阴盛阳衰时，缘分来了，能救一个是一个。跟你们说白话文了吧，一个个来看看你们。看你法直粗糙，此乃性情中人。从小顺遂，致使目中无人，易恼怒。哎，你讲啥话了？哎，夜眠迟日朝不起，连老放总蹉跎。老放，连老放，我看起来很老吗？你看起来比我还老啊！最好是的，我看起来很老吗？你不要再问这个已经事实的事情啦！你少在那，不要讲话，老早走过来。年不少，夜贪杯，饮酒醉，最为丑。尘不惯，不漱口，便尿回不洗手。哇、哦，民族佬，你下下去啊！你哪里弄公共出来啦？哦，咦、太哥。哎，你父母呼很迟缓，父母叫不想听啊！这些怎么都知道？哟，你爱追剧呀、啊？啊，被发现了啦！接受感还不错哦。转过来，转过来。事务忙，忙多错，怕事难。置冠服，无定位，总乱顿，致污秽。常善为瞒父母，这私藏钱在左边书柜第三本书里面。哦，你干嘛都讲出来了？我妈还在台下看戏嘞。哦，我还可以告诉您更多哟。
哎，你呀、啊，爹疼娘爱，万千种爱，致使心高气傲，脾气骄傲，玩乐主义，心不定，聪明机灵，全是毛。毛？什么毛？全是毛是怎么回事啊？平平仄仄，平平仄，押个韵。嗯，你们呐、啊，确实要治愈。哟，干嘛啦？哎呦，好丢搞哦！啊，不是需要我吗？哎，我是说你们的不良确实要治疗愈合，简称治愈。这要初步治愈，就要靠守天道之规，行方正之举，从古流传至今不败其中之一的法宝《弟子规》。弟子规，没错。我知道，我知道。嗯，我小孩只要学这个，这小孩子在做的啦。啊？天哪，大人不适合做这么肤浅的啦。为什么？啊，我跟你讲，我侄子学校有在教这个《弟子规》啦，还有什么用？才几岁而已呢，整天跟手机聊聊聊，妈妈给他拿回来，他生气打妈妈一整天呢。真假的？我们现在要学这个，太浪费时间了啦。哎呀，真是。哎呀，那个《弟子规》哦，啊，内容很好，没有错啦。嗯。可是哦，我跟你讲，学这个真的没有用了，不要浪费时间力气学了啦。哎呦，对呀、啊，这有事时间还不如回去找小巨人导师练练身体，还比较有实在感。哎，真是的。哎，你怎么不发表一下？我想要回家啦！闭嘴啦！哎呀，你呢？我想跟他回家啦。哎哎哎，你安尼袂使啦，重色轻友。哎呦，你真袂使的，哎呦，乱来。哎呦，你们之所以会说没有效果，那是因为没有真正落实在生活上，只出一张嘴或做的半吊子。谁跟你们相处，当然都内心冲突，知道你们不是来真的。落实道德可以让人稳定、踏实，充满幸福感。但是诸位啊，只是知道做不到，这学的越多啊，哎呀呀，导致这个世界反而让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嘟嘟嘟嘟嘟。总之，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一定要落实改个性，落实改个性，落实改个性，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好几遍。弟子规这么简单，谁都马会。啊，里面啊，每一条，囡仔咧做，囡仔咧做，无问题，无问题 ，easy 啦。确实不难，真的不难。不然我们来做个小游戏如何？好，好，好，我们最喜欢玩游戏了。切，幼稚。哎。你们不喜欢游戏啊？嗯，我们也喜欢。哎，真是，游戏没有人不喜欢。好，等等我念诵《弟子规》，没做到的就往后站一步。现在先请往前。Music，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自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开始。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哎，等等等等等等。啊，你怎么这样前前后后的？啊，就有的有做，有的没做；有的想做，有的不想做；有的有做到，啊，有的没做到啊。好，还有这样的。啊，你嘞？我我刚没有动，没有动，我把酒回去了，抱歉。啊，你刚刚不是还在那边 easy easy 吗？没有 easy easy 啊。哎，哎呦，这什么游戏？啊，就这样玩完了。嗯，
那带着愉快的心情参与跟耳后有醒思的互动，不就是游戏吗？不然你认为游戏应该如何啊？啊，游戏至少带点刺激，哎，有个输赢呢。啊，刚刚你们都输啦，啊，只是输得太快了，快到你们的神经还来不及感觉到刺激。啊，不是啦，那种感觉。感觉，哎，跟你是说不通的啦。哦，老叔，哈，游戏啊，应该来点小赌怡情。哦，完美啦。小赌怡情，所以输了呢？就赌了呢。老叔，玩游戏要来点欢乐感吧？欢乐感，刚刚没有吗？啊，我知道，真的是因为你们输得太快了嘛。哎呀，没啦，导师，游戏吼就是要用胜者为王的快感呐、啊。啊，就是因为刚刚你们真的输得太快。知道了，不要再重复了，因为我们输得太快了。嗯，可以，知道就好。老师，游戏就要有那种同一边同一国一起拼的快感。嗯，那不同边不同国，当然就是敌人啊，有个打倒对方的目标才有快感。哦。那你喜欢别人输的感觉吗？也不是啊，我只喜欢赢的感觉。那别人输你会难过吗？敌人输给我高兴都来不及了，我干嘛难过啊？你的左脚跟右脚是在同一边的吗？什么问题啊？我的左脚在左边，右脚在右边，不同边。那你的左脚会踩右脚吗？当然不会啊。为什么不会？因为他们是我的脚，那还用问？那左脚右脚不在同一边的，左脚会想要赢右脚吗？不会啊，因为他们是我的脚，哪有什么输跟赢啊？为什么他们是你的脚？哦，我听错吗？这是正常智商正常的人会问的问题吗？他们长在我的身上就是我的脚，左脚长在左边，右脚长在右边，不同边但同一国啊！什么白痴问题啊？哦，依你的逻辑，那大家都生长在这颗地球里面，虽然大家都在不同地方边上，但大家都是同一国，都是自己人。如你所说，既然都是自己的，自己人谁赢你会高兴？我不懂你的逻辑啊。会痛吗？会。我的脚是不是你的脚？不是。会痛吗？会。我的脚是不是你的脚？不是。会痛吗？会。我的脚是不是你的脚啊？不是。会痛吗？好了，不要踩，不要踩，我知道，大家都是自己人，大家都会痛啊！没错，孺子可教也。这个导师真厉害呢，知道啊，治愈啊，最爱、最宝贝他的鞋子啊，踩着、不止让他心痛，还让他脚痛呢，人家。是让他双管齐下，老师啊，是让他双管齐痛呢。没错，大家都住在这颗地球上，大家都是同一国的，大家都会痛。将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落实道德礼义廉耻，大家都不痛了，世界和平就是如此简单。说着说着，心都轻松起来了呢。最简单的就是改变自己。落实《弟子规》。有，落实道德，人人都马会。只是要不要落实而已啦，老师在讲，有没有在听？《弟子规》是为八德，很重要，很重要。《弟子规》加上礼义廉耻，还有小体中心仁爱心义和平，还有忠孝信义仁爱和平。啊，你会，他会，我会。大家都马会啊，没问题啊啦，哈 ，easy 啦，哈哈哈哈哈哈。发杰啊，你的 rap 好像，咱们先把道德学好，再学才艺好了。好，乖，好，现在就让我们来落实《弟子规》第一句：父母呼应勿还 ，Go。
现在就让我们来落实《弟子规》第一句：“父母呼应勿缓。”哎，你我去砍柴？怎么我砍柴？嗯，去。来来来来来，你去犁田。哇靠！我女生啊，我犁田，嗯、这跟盛轩相遇吧？哎呀，父母呼应勿缓。哦，父母呼应。你去扫地。哦耶 ，easy easy。你嗯，去捡大便。我捡大便。好，认命认命，总比犁田好。哦，这么多。你去刺绣。拜托，娘们工作吧，不然去捡大便啊！讨厌，你怎么知道人家最会刺绣了啦？哎，好像没有工作了嘛。对耶，啊，那你去搬石头盖房子。我搬石头盖房子，嗯、你是把我当那个弥勒日巴尊者是不是啊？啊，以你现在的修为，不可能是弥勒日巴尊者。你现在是弥勒锅巴，你去烧饭。惨了，我不会烧饭呢。不会烧也要烧。去。惨了惨了，我看啊，晚上大家真的啊要吃锅巴喽。分配好了，直下承担，大家好好学习，做好了再来找我哦。哦，他是把我们当男佣哦，真的把我们当佣人呢，还不付钱？哎呀，我自己在家都没有这样做哎。哎，我们可以组一个潮男男佣团哦。好啦，去耍。忝拢忝死啊啦！你用这敢有我忝？再累还治愈人一下啊！啊，男佣跟女佣都有了啦！这森林这么大，是一只牛都没有是不是啊？啊！哎呦，他真是不停的使唤我们呢！啊，什么女生犁田呐、啊？啊，砍柴啦、啊！哎哎哎，你看你看你看！那边那个男人，他居然像个娘们一样在那边刺绣哎！哦，一直扫一直扫，也是会累呢。林北白者啊，闹钟弟子规啦吼、哦！若无因缘，你们想做多也做不来，也没得做的。若有颗真心顺受的心，往后日子才会再也无忧恼患。哦。老师不在场，都知道我们在抱怨啊！哎呀，而且还会千里传音呢。好了啦，好了啦，我们不要在这边当佣人了啦！哦，赶快走啦，赶快走啦！要加个免费。哦，你真的是金牛座哎！哦，哎，我们就这样自己走掉了哦，会不会遭到天谴啦？啊，星星，我跟你说，继续留在这边才是一种天谴啊！我们赶快找傅离了啦！哎呀，不行啊，导师没有指示。我们自己走出这片森林的啦。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你们若真想走，我不会阻拦。从这里左转200步，右转300步，再左转，再右转，再直走100步，就可以找到傅里了。嗯、哦，哎、欸，我看刚傅里跟导师比说要去上厕所，这里厕所也太远了吧。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傅里里里里，你也会千千千里传传传音音音哦！哎，好了好了，我们赶快去找傅里了啦，不要在这边了啦，走啦走啦走啦！走。阿发阿发，嗯，别啦，卡巴克卡巴克。塞里嘞塞里，哦塞里。哦，这摆较悬哦。哦。
副理是去哪里呀、啊？哎，是掉到粪坑去了是不是啊？这找不到副理，天就要黑了呢。嗯。哎呦，副理在这边呐、啊！哎、欸，我这帅出场，竟然让你冻掉，我该顶来一遍啊！吼！是啊，副理啊，有必要这样吗？哦，我找到我是谁了，当然要帅一点出场啊，对不对？你是谁？哎、欸，副理啊，你现在是谁啊？我是副理啊。是。不是啊，副理、嗯，我以为你尿遁就跑回去公司了呢，那你怎么上个厕所？哇塞！变这样，对啊，副理，啊、你上个厕所还有时间，打扮成这样子哦。啊，这本身有技术啊，啊，穿起来个下舒下舒，哦，别拜别拜。啥物啊？不是副理，我觉得你来这边之后，就整个人变得很奇怪呢。嘿，本身的衫你也敢起来穿哦？哦，你好喂，你一定是不知道被什么东西附身。我这边刚好有那个，哎。叮叮叮叮叮叮，耶稣给我力量！恶灵退散，护力登来！恶灵退散，护力登来！阿门！哦，起笑你！看你这丢高啦你哦！这喂，1299特价呢！哎呦，你那招不管用了啦！哎，刚刚副理说他找到他是谁了。啊，我知道，西医有一种病叫人格分裂，里面呢住了一个不一样的人，通常是受到什么重创，或、哦、小时候受到什么精神压力之类的。你现在是谁呀、啊？我现在是副理啊。我是说现在、哦。我现在就是副理啊。哦，啊，这样没错了。人格分裂的人呢、啊，通常都会假装，需要循循善诱一番。来，小心，你来，你比较温柔啊，你出来，好好，快快快。嗯，你来告诉我们你是谁，好不好啊？哦，我说我是。哦，我们不会伤害你的。那个副理哈、哦、很机车，我们比较喜欢你啦。你放心告诉我们你是谁。我说我是副理，我是副理。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软的不行哦，我们就给他来硬的，大家上。副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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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副理，你这样一直都戴假发。废话吗？黑暗是剧情需要，正常人会留这样哦。哇，副理，你故意个假发顾成这样，从上一出顾到这一出哦。冒白算，无唔对啦，这就是我的三千烦恼丝。哎，原本我会当伫上面爽爽待日子，就是迄个毒手，迄有观音菩萨叫我下凡了解凡尘因缘啦。啥物动作啊？哎，恁旧年教师节拢无共来吼，有爸嘛无来吼，对不对？不要紧，咱今年有 VCR。大雷哦，猫猫小怪有我都就车哦，收油。你跟我收油？好，我决定了，我将我的三千烦恼丝拢加放下，我不来啊！哦，哎呀，无唔对，这就是我的三千烦恼丝，我就是安尼跟大家结下法缘的啊！哎，我原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暗哥吼，自从我在厕所中一吸一吐，再吸再吐，哦，
我就讲厕所中一吸一吐，哎，突然明白了，原来一花一草一世界，人与万物本质和谐啊。《弟子规》中够讲到，父母呼，应勿缓，以和谐之心应万物，心道守道应万物，自是因缘，缘来缘去，应还自然有。你今天二次元的世界吼，学一个放下执着的心罢了。啊，傅里，难道你就是那个什么师啦？什么师？哦，阴阳怪气草木师。什么阴阳怪气啊？是拥抱啦，拥抱天地的草木师啦。吼、哦，无唔对啦，我就是恁要找迄个阴阳怪气的草木师。还是恁押韵修顺。欸、我名字都忘记，是拥抱天地的草木师、啊。好啦好啦，啊，这关的富丽爱特懂啊，赶快让我们过，带我们离开这里啦。没事啊，这里有个规矩，每一关都是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真正会当让你真正成长幸福的关卡。啊，够啊！你进去每一关都安尼搞，糊弄乱弄一通，没有分寸，没有礼貌，得过且过，更不知耻。导师就给我们过啦，这也不算啊。嗯，算也不算啊。哎，傅里，你讲话真的越来越难懂了呢。啊，什么算啊，也不算啊。我们可是什么着，砍柴挑水，连大便都捡了，怎么可能不算呢？哦，哎，您语文能力行不行不得啊？导师是叫您走嘞，不让您过呢。啊，够啊。从上一出到这一出的重点就是这颗心啊，吸引，一直到这里，你们还不明白这颗心吗？吸，我的一颗心，现在在哪里？现在只有福利能带我出去。哦呦！哎呀，好啦好啦，富力啊，卖受气啦！不然这关是要干嘛？要训练什么啦？对啊，很酷呢。要学什么啦？哦，学习拥抱一切啊，天地万物，人人事事勿为心量啊。好抽象哦，是不是要来点具象的啊？您就是拢受过物质脑袋运作，所以没办法一句话就了解得到。啊，来点具象的，后面有几棵树。等一下去拥抱这些树，静下来告诉我树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哦，这关如硬到呢，这关啊硬敢那神经病，听树啊讲话，哦，我看无变神经病啊，是惊袂出去啊啦。来，你这一棵，你那一棵，哎，你那一棵，哎，你这一棵，哎。你这一颗，你这一颗，发完了。哎，狐狸啊，啊我的树咧？哦，上大丛的，爱用上大丛的啦。这丛，这那是树啊啦，一大汉的树啊。那好了，用心听呐。老子怎么样？有听到树跟你说了些什么？嘘，傅里，我还在听呢、啊。你用耳朵听哦，是听不到的。用耳朵听不到。谁？嗯，树跟你说了些什么呢？说什么？哦，树怎么可能讲话了？你已经预设一切可能性，当然听不到啊。不要预设，安心听，继续听。哦，小星星，你呢？树有跟你说了些什么吗？傅里，嗯，我的心好像变安静了，可是没有听到树说什么。哎，不
错，不错。继续听，安心，安静的用心听。你呢？树有跟你说了些什么吗？不了，我什么都没听见。啊，傅林，你刚好厉害哦！你啊，吹一口气，让我看到了不同的维持空间呢。哎，傅林，再吹一口气，让我看看我可以听到什么。哎，你真的很多小聪明呢，吹一口气也不好啊啦。来，我换一招试试看，来。放心啦，傅林，你怎么跟放心啦？在叫门呐！臭死人了！夭壽，你真敢芭比哦！与你头脑已经预设一口气你会接受，所以你当然没有用啊！啊，这个屁吼！啊，你不接受啊，也没有用啊！与你的分别心吼，阻挡着要帮你促成听见的缘分，所以不是不帮你，纵使你过去有善根，你这辈子不接受，我也是没办法帮你。哎呦，真的是不能预设跟分别呢。对啦。阿爸，你冲啥？啊，树仔讲伊嘴大啊。树仔讲伊嘴大，树仔嘴大会甲我讲啦。你安尼抓抓落去，伊咸死啦。哦，安尼哦。乌白来啊！歹势啦，歹势，我听唔到呀。啊。哦。用心听啊，傅里，哎，傅里，我听见了。哎，你听见什么？我听见了。嘿，树他跟我说，你听得再久，你还是听不到我说什么的，你是听不见的。今天干没困车呢？用心听啊。哦。哎，傅里，傅里。嘿，树说了，树说了啦。树说什么？叫你们傅里来，我有话跟他说。我听你在乱说了。真的啦。哦，我嫁到你真正是如同地狱般的折磨呢。好啦，坐当伊静啦，遐啦，坐当伊遐静啦。哦，我真正想过高估你啦，自私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听得到万物之声？啊，来来来，回来，回来，回来。来啊，回来，回来静下来，坐一下。来，来学会静心，静心。来，请坐。清静的静与安静的静，让您看一下，咱大智者太师祖由内而外清静，教你们做出一身正气庄严的 feeling。哇，好庄严！好帅哦！嗯，啊，无正面啦，你看看我。feeling 啊！哦，好啦 ，feeling，feeling。来学习我们大智者太师祖做出一身正气庄严，完美演绎了禅门八部功法。外界处众生界，与一切人事物不与起摩擦的相处。内界心无抱怨忧恼怨怼，调身身形中正，骨骼稳固，会阴连通百会，使中脉无偏斜。调息眼观鼻，鼻观心，主息绵绵密密，从有入入无入。调心，调心入静，静心由静入定，禅定由定入三昧，三昧人所俱灭，心气身心合一，心气合一，心神合一，精气神凝聚，气足灌顶。虚实归尽，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常极光现。
你这阵来搞困觉安尼哦？哦，真正是，个人无道德，佮祖师的人都无福报啦。啊，你若无福报，要怎么接受这么殊胜的法，快速转变命运呢？哎，去，你找钢琴老师啊，真正是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孺子不可教也。去啦！狐狸呀，哎，什么钢琴老师要什么要行啦？啊，就左转200步，右转300步，各直走100步，各左转，各右转，各直走100步，安尼就搞啊！哎呀，是不是遐？拖遐伫遮啦！哇，去啦！狐狸，要同阮做一起无啊？气死都，你气死啊！搁气，气啦！哎，我刚才睡好舒服哦，再睡一下啦。琴老师，你怎么知道就是他啊？啊，你没看到他弹钢琴哦？哦，有道理哦。他看起来这样柔柔弱弱的，我们一起撸他，让他哦，让我们回去啊！啊，走上走啦，顿顿呆呆。小心滑，小心滑。就没有让他弹了，你还要搬过来搬回去啦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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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德性，我还不是那么帅。来吧，让我们回去，让我们回去。哎呀，人本来就有开心跟不开心呢、啊，德性没有这么重要啦。比赛相较之下还比较有意义啦，吼。让我们回去，让我们回去。哎呦，日子过得去就好了啦，还要改个性，有德性。那就不是我啦！让我们回去，让我们回去！哎呦，你赶快让我们回去，去跟董事长比赛过过场，有个交代就好了啦！让我们回去，让我们回去！平常日子虽然有点无聊，但是追追剧、打发打发时间，日子过得去就好啦。干嘛要有德性？干嘛要修行？让我们回去，让我们回去。对啊，有德性，公司就会变好，命运就会变更好。不要迷信，不要道听途说啦。让我们回去，让我们走啦。让我们回去，让我们。看他这么柔弱，要修嘞！哦，他是叶问的弟子，刚问 哦。什么刚问？你们能来这边，把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做人要懂得刚问，知道吗？哦，哎，他软的不吃，我们给他吃硬的啦！甘温甘温，放我们回去啦！不然就好好教教我们才艺，不要整天在那一直什么德性、什么改个性、什么礼义廉耻的啦。哦，对啊，什么德性、礼义廉耻，跟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还有八加九的兄弟要等我回去绕境呢。什么八加九？我还半加加九嘞。Woo-hoo!
们想回去是吧？我输战术决。好，我这边有几个问题，你们问完就可以回去了。不要有什么猜猜乐了啦。不用猜，只要你们依照你们真实的感觉回答就可以了。啊，是不是那个猜错又不能离开啊？放心，只要你们依照你们真实感觉如实回答即可。嗯，那么简单吗？没错，就这么简单。啊，问什么？赶快问一问啊！请问你们是觉得礼义廉耻不重要啊？切，儿子不重要，这些就是复辟用来束缚我们的啊。对，这就是八股。何止八股，根本就是无聊。好，那请问今天如果你去生病去看医生，医生为了多领健保费，给你多开药，让你得了癌症，你心情如何？太缺德了吧！那如果今天警察为了有业绩多开红单，你们明明没有违规却开你单，找你麻烦，你们心情如何？靠！不是什么人民保姆吗？这样不行啦！再请问，今天你们慈善官司请了律师，律师觉得钱少，随便敷衍帮你们打官司，你们心情又如何？超气！那你们今天请的律师很负责任的帮你们打了官司，证据也都能证明你们自己清白，但是因为法官被人家收买而判你们有罪，让你们关到死。哇靠，这根本就含冤而死了啦。哇，做鬼啊也不会放过那个法官的。那你们今天的房子无辜的被政府给没收，你们心情如何？一定要做抗议的啦。结果你们抗议，他竟然用法律用武力把你们抓起来。哇塞，家都没了还被抓，这一定吐血身亡的啦。好，那我再问一点更切身的，你们希望你们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偷吃吗？偷吃好戏啦，偷吃。你嘴巴说好一戏，最后还不是原谅他啊？之后他如果一犯再犯呢？哦，好下流。结果他还吊儿郎当的回你，我不是下流，我是风流。靠，有够无耻的啦。那你们喜欢排队的时候被人家插队吗？ No。 你们喜欢买东西的时候被人家？谁会喜欢被坑啊？对啊，对啊。那我再请问，今天团体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背后说你们的坏话，搞小团体，刻意的孤立你们，你们心情如何？很无助，无奈，郁闷，伤心，管他去死。请问你们的朋友跟你借钱不还，你跟他要，他竟然骂你小气，不会是朋友啦。那你的心血创意被你的好同事盗窃而升官，吼，这要冰掉啊，不可能啦。那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对你说谎，甚至偷你的东西屡劝不听，你们会如何？报警处理。那如果换个情境，如果是你们的小孩一样一直说谎，一直屡劝不听呢？报警处理。你们会报警？抱住小孩，报警警。哈，真是双标哎哈。好，那最后就是，如果在学校，你的孩子被同学霸凌，你们可以忍受吗？无法忍受。那如果是你的孩子在学校霸凌别人呢？好，最后你们派个代表出来吧。哦，我就是不加请问怎样？这就是你们喜欢的随心所欲、越演越烈而没有礼义廉耻的样子，哈哈哈哈！送啦！所以你们要别人这样无礼、无义、无廉、无耻的态度跟你们一起过日子吗？不要了，不要。所以道德跟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关系？有。道德重不重要？超重要。礼义廉耻重不重要？超重要。你们要不要从现在开始改变？绝对要。好，非常好， Just do it。
敬爱的洪胜师父上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还记得我吗？没错，我就是去年那位，这年头老师不好当，当老师要小心的那位老师。一年又过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步啊？一绝缘留得公司的员工，知错能改，痛定思痛，决定洗心革面，变得不一样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一绝缘留得公司的员工一起努力改变吧。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加油！天地虽宽，我茫然，照片上的全家福，三个人笑得灿烂，为何照片外的我们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生活不就是这样，就那样。
不然还能怎样？天地真宽，是我们被自私蒙蔽了心灵，只要现在开始改变。勾上尾，自刀魁，无水笑，无私藏。你还有私藏情深深，情所好，理为具，情所恶，情为具。身有伤，亦情忧，得有伤，亦情受。情爱我，笑何难？情憎我，笑方浅。情有过，见是根。柔无声，剑不入的时候越不见，不人曾做到豪气醉了踏五岳，情有情的时候要先尝，要做到昼夜是何不临床，三三年长悲夜，举书边酌若绝，丧尽力气清晨是死者如是生。生命目下在中，财无情愿何生，言语任分自明，或与时或作者，藏者先右者后，掌无人即代价，人不在即知道，神尊掌无无名，对尊掌无限，故与掌其虚一掌无言，退功力其下马先下去，故有待百步余，长者立又无坐，长者坐命难坐，尊掌先生要定，一不闻却非一，今必须对必时，问起对是无疑，是诸佛如是故，是诸兄如是兄，是诸佛如是故，是诸兄如是兄。是不都
气息。哦，嗯，啊，嗯，嗯，嗯嗯嗯，啊，成不惯，无漱口，夜尿回不洗手，关不正，扭不结，袜与履臭烘烘，粘不上，夜贪杯，饮酒醉，醉为臭，粘不上，夜贪杯，饮酒醉，醉为臭，成一惯，尖漱口，夜尿回折起手，袜与正，扭不结，袜与履结金钱，只管富有一位，无乱的人只不会一根尖，不会花上心本下成家，神清气爽精神好，因为小事有做到，没有水晶喝酒好，好的磁场也为你绕，对不是不选择，时时刻刻不过则，年放手不饮酒，饮酒醉醉为愁。关尖漱口，夜尿回折金手，关闭针，扭闭结，袜与履结金钱，只管富有地位，无乱的人只不会一个结，不会花上旋分下成家，对事无拣择，时时刻无过则，年放少不饮酒，饮酒醉醉为愁，从容地端正一身，人白恭敬，无谦与无比，无欺屈无妖敌，万劫烈无有生，反转万不求乐，只需其如之意，万喜神如有人，事物茫茫多错，无为难无情愿，事物茫茫多错，无为难无情愿。跑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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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快点！我倾家荡产买你，不要让我输哎！跑快点，喝啊喝啊喝啊！斗斗草场绝勿进，邪僻事绝勿问。谁在吵这么吵啊？斗闹场绝勿进。倾家荡产不值得。那你们知道赛马要买几号才会赢吗？邪僻事绝勿问，扰乱心智百病生。原来你们跟傅里一样都知道我有病，原来这些跟病也有关系啊。当然有啊。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有。将入门问书尊，江上堂神笔扬，人问谁对一名，物与我不分离，用人物取名叫，唐不问其为头，借人物几十换，后有几皆不难，神清气爽精神好，因为小事有做到，没有水晶喝酒好，好的磁场也为你绕，家财万贯守不住，六亲不认骨肉离，三世神意落不及，一生邪事恶满盈，回归正途好事多，家和一定万事兴，善因恶因终有报，善恶如影自己招。我要戒酒了，戒酒浇愁愁更愁，饮酒醉醉为愁，我也不赌了，倾家荡产不值得，扰乱心智百病生。我也不吃藏东西了，妈，我书柜还有200万哦，我要天天布施，浪尽天下，得天下。耶！喂，吵什么吵啊？哇，没看到老娘在睡午觉是吗？还出言，行为先。说多不如少，为其事不应巧，奸巧语会无耻，是己气切戒之，奸巧语会无耻，是己气切戒之。
是我太粗鲁了，请问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吗？见未真，不轻言，知未定，不轻传，是非疑，不轻用，苟轻诺，进退错，反倒自重且疏，不积极，不模糊，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见人善，即自喜，总须人一见己。见人恶，即难行，有则殆无加己。为得学，为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一哭，若一失，不如人不成器。问过路，问雨了，虽有来亦有却。问雨空，问过心，知量世间相亲。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我能改归于无，倘掩世尊一顾。我能改归于无，我能改归于无。改改改改归于无，嘿！凡是人皆须谙，天道苦，地同在，心要正，名自高，闻所中非毛高。才来者妄自大，人所苦非人大。既有能不自私，人有能不轻自。无常福无骄贫，无厌故无喜心。人不邪不失教，人不安不烦扰。人有断切莫切，人有思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止于思念。良人恶，其事二，其之甚，或前作，善相劝，得皆见，或不归，道两归。凡取与，会分晓，与一多，取一少。将家人先问己，己无欲，其速矣。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待必苦，身贵端。福人心不然，礼福人方无言，同是人泪不齐，流俗众仁者稀，我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能亲人不限好，得日进，过日少，不亲人不限害，小人进百事坏，不吝惜但学文，长福王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读书法有三道，心言透信皆要，方读取不目笔，此为中笔悟起，方为现请用功，功夫道自彻通，心有疑随杂技，救人问求却意，房事清墙壁净，积案结以验证，莫磨偏心不端，字不尽心先病，列典籍有病处，读看病还原处，虽有疾正数奇，有缺坏就不知，非圣书并不是，必聪明坏心智，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志。看完他们的故事，我们是否也愿意开始活着的每一天都用正确的态度过日子了呢？故事里的事可还没结束，精彩才正要开始。耶、哇靠，好盛大，好紧张哦，感觉很多人呢，输了是怎么办啊？真的假的？我看我看，
我看，我看，妈呀，真的好多人呢！哦，我手心都出汗了啦，没有那么紧张过哎。我也是啊。哎呀，你们在干嘛？回去，回去啦！哎呦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利子色苦厄色。阿你是在冲啊啦？这想在念经哦。啊，五蕴皆空，卡袂紧张啊？哦，和你讲一下，卡紧张起来啊啦！哎呦，不要紧张啦！我看我们对手好像很弱啦。哎，对啊，哎，就两组比，我不相信我们还不会得名。Ladies and gentlemen， 众所期盼的阿卡贝拉大赛又来啦！刺激刺激刺激，精彩精彩精彩！究竟谁是我们这次比赛的第一名？谁又可以拿到这次的高额奖金100万呢？废话不多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直接来掌声欢迎第一组阿卡贝拉乐团不靠谱乐团。Oh, my baby, hold.
哇，有惊艳到耶！第一组真是个个面容姣好，演出真挚，和谐曼妙的齐唱，犹如天使吹奏交响乐一般美妙啊！真是太棒，太好听了！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谢谢我们的第一组。哎呀，第一组就这么精彩，开始让我期待其他组别的表现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第二组，也就是最后一组的阿卡贝拉乐团阿不怎么拉乐团。说你稳赢，你看啦，因全查某人，整个啊没有阳气，叫做欠一开啦。我这次奖金还真高哎。对啊，拿到100万就爽了，没有第二名也50万。拜托，我们出场的大99就赢一半了啦。对呀、啊，我们稳赢的。我们可是有去特训过哎，什么暴天暴地暴大树啊，追赶跑票中啊，连大便都捡了耶。什么怪招我们通通都有，应该有很多好能量吧？对啊，我就不相信哦，他没有我们知道的多。我们没有得第一名，真是太没天理了啦！开戏啊，开戏啊啦！好的，谢谢第二组带来的精彩演出。好，比赛有点刺激啦。我们第二组的嗓音如同少男少女般纯洁，却又带点本土味的音调，
同时让人不得不佩服能在和谐与不和谐之间巧妙的游走，把和音诠释得如此暧昧不明，真是不简单。好，两组的表现都相当不错，不知道我们第一名的奖金100万会降落谁家呢？接下来要开始颁发今年度阿卡贝拉大赛奖项，让我们再次欢迎第一组不靠谱乐团出场，有请！再次欢迎你们。好的，接下来要欢迎的是第二组啊不怎么拉乐团出场，欢迎。好的，两组人马都到齐了，直接进行我们的重头戏。Ladies and gentlemen, brothers and sisters, 今天的第一名得主是，恭喜不靠谱乐团。怎么，我们不是第一名？虾米啊，我们不是第一名？夭壽，这里面是不是有内定啊？没关系没关系，第二名还有50万。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易觉园刘德公司的董事长来颁发今日的冠军奖金100万，有请董事长。董事长，恭喜恭喜。好的，谢谢董事长，那请董事长以及不靠谱乐团先行回座，谢谢各位。好的，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可以拥有50万奖金的优秀乐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年度的第二名得主是，哇，居然是重缺。重缺， Oh my god, 主持这么久还没有颁过重缺的名耶，真是江山辈有才人出啊，让我们再一次为他们鼓掌，加油打气，不要气馁，这次绝对不是人生的终点，期待你们下次的表现，再接再厉。怎么会这样啊，想错了结局啊。什么重缺，这年头还有重缺这种东西，我莫名其妙50万是给不起是不是啊。对啊，小气小气，摇摆摇摆。哦哟，阿华人是该冲啊啦！我在调节呼吸。你这时阵让想到导师教咱爱冷静，袂歹咧。哦。贵单位搞什么东西啊，那个主持人会不会主持啊？江山辈有人才出，是用在这种重缺的地方吗？还有那个音效啊，都已经重缺了，你是在按什么掌声鼓励鼓励的音效啊？哈啊，是会还是不会？还有那个灯光啊，会不会少啊？宣布第二名需要在那边扫来扫去吗？第一名都已经颁布了，就两组而已，是在那边扫什么扫啊？哦，鬼讲的啦！哦，他们是天使演奏交响乐，什么？我们本土位。他们是天使，我们就是主。有此时，不知大家的心中是否渐渐升起一个想法，德行真的很重要啊，再接再厉，欢迎他们明年再来血池，祝福他们。我明白了卡林基，我明白了卡巴饼，为什么为什么明白了卡白饼。我们在那边不好好上班，这边没那么忙呢，在干嘛？他们哦，就输掉比赛啊。输掉就输掉啊，又不是天塌下来。
你安尼讲是无唔对啦，那是两组比赛，因输甲重缺呢，这打击对因来讲，太过大了啊。对啊，都这么努力了，还输到重缺，人家是帅到分手，我们是输到重缺，这辈子还没有受过那么大的侮辱哎。对啊，够丢脸的，亏我兵那么卖力，就输给那群良家妇女哦。哪有啊，你明明就逼得很小声好不好，我看啊，我们会输都是因为你逼得太小声啊。什么我啦，明明沈轩啊取那什么烂名字，阿布怎么啦，听起来就不怎么啦啊。什么哇，那明明是那治愈说什么服装爱夸张好舞台效果，我看那会输吼，那大舅舅爱这样爱这样啦。什么又是我啊，是他们，然后是乱你们啊，你们啊，这边在嘟啊嘟啊的，那边不理了、啊、好了啦，不要吵了啦。你们不是才去密集训练吗，怎么还是这副德性啊。哎呦总经理，我跟你讲了，你不说这，你说了这我就来气。我们去那个什么基布拉斯鸟不生蛋的鬼地方，什么砍柴挑水还捡大便呢，学什么什么看不见啊摸不到的能量学，还有培养什么德性啊。可是看你现在这副个性好像有趣跟没趣一样呢，傅里。嗯，是跟他们一起去吗？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当下就有在做啊，还不是欲望驱使目的心，他们只有学到皮毛啊，当下哦想要发奋改变自己的感觉。你看哦，一下到山回到城市遇到事情啊，就打回原形了。才下个山比个赛就打回原形，这也太快了吧。你不知道人性啊，只要他们没有打从心底要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很常接触正确的价值观，这些错误的习气是很难改变的。正常，正常呐。正常，但是不正确啊！难道他们要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吗？但，看看走这么一招，你们就知道，少承诺天性，习惯成自然呐、啊。正确的教育从小培养是多么重要，现在老师难教学生，老板难管员工，父母难带小孩，在在处处都是生命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匮乏家毁国灭，就是因为教育缺德啊。董事长，那他们现在怎么改变？怎么办呢？现在成年人啦、啊，坏习气、坏观念都成自然了，不就没办法改变了？哎，成年人纵然恶习难改，但有别于年幼无知的自己，成年人有自发的决心，有更胜小时候的理解，是更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那他们现在是缺什么嘞？缺一个深度的明白。来，你们还没有学到真正心的精髓。哎，傅里，原来你就是那个草木师哦，不简单，不简单呢。哎，爸，你又没去，你怎么会知道啊？天机不可泄露。又是天机，哎，傅里，这次啊，必须带他们去见第五位大导师、大智者，你再带他们去啊。好了，董事长。吼吼吼吼吼吼！哎，林吉家报喜啊，报喜啊呢！你们终于可以见到第五位导师，终极大 boss 呢！啊，还要去哦！哎，终极大 boss 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很好，再来一次。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又回到疯人院的啦。对呀、啊，而且这次不是找普通病房，是找院长哎。哇，仿佛这外面的纷纷扰扰跟我们没有关系呀、啊。哇塞，听你的语气，你好像很适合住在这里耶。嗯、这里呀、啊，让我想起前几天输掉的阿卡贝拉啦。啊，你不是五蕴皆空了吗？啊，空是空了啊，重缺也是一种空啊。哎呦。50万都飞了，真的空了彻底了啦！哎呦，你们不要再吵、再抱怨了啦！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找他们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会输，还输得这么难看，而、不是什么听起来都很厉害的能量学吗？小野啊，我问你啊，菩提树是谁种的呀？而什么呢？什么啊？谁说你用想的？菩提树是他妈谁种的？报告不是我种的。野人倒是这样会讲国语。我真的是被他装笑哎。哇塞，这是老疯哦。所以是到底是谁种的？算了，这不重要。哎，神经啊！明镜亦非台是什么呢？师父，我是专治不良神经，不叫神经。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我想起来了，金病。我问你啊，明镜亦非台，那明镜是什么呢？师父，我不叫神经病，我是良人，良人啊。良人？嗯，我没有看见良人啊。啊？我只有看见死人呢、欸。死人在哪儿？就是你，都死到临头了，还在管叫什么？哎，明镜亦非台，回答不出来，整天啊，主卧在梳妆台啊。下一句换你。我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我知道，我不知道。很好，人贵自知啊。看什么看？钢琴我有问你吗？钢琴，我问你啊，既然本来无一物，那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还是先有蛋才有鸡啊？怎么来着？师父，给我点空间想一下。我知道他们是交配来的。嗯，对哦，母鸡不用交配也可以生出鸡蛋啊。母鸡不用交配也可以生出鸡蛋。师父，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我问你啊，你问我啊，我不知道啊。我是问你生蛋的问题吗？我是问什么？不是问什么？算了，哎，不重要。真正拄着笑的啦。不过他节奏感很好呢。哎呀，小草，来。这么快就从大白牛车投胎转世下来了，何苦呢？回师，因为三千烦恼之续缘啊。
恶小而为之，莫因善小而不为。师父，拍摄你头讲什么善小善小？我听不清楚呢。是善小啦，你不要因为小善就不去做哦。上次乱丢垃圾，知道后果不堪设想了吧？一步惹尘埃，处处皆尘埃啊！埃什么呀？哪里有尘埃？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啊？何处有尘埃？何处有尘埃？何处有尘埃？我明白了。啊，拍谁？师傅，今天特地前来就是董事长要带这群无知的众生听听说法，改变他们重缺的命啊。你们又来破坏这里的祥和了？不敢。哎，你们啊，带着这种思维的脑袋来到这里，就是一种破坏。啊，算，这个要求对你们来讲有点太高。你们又不是我的弟子，我放宽一点吧。来，有什么问题要问？疯子。对，没有，不好意思，大师。大师，我想要知道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认真却还是输了呢？我们弟子规也落实了，什么都比过去甘之如饴的去做了耶，却是这种烂结局，比那个烂结局还烂的结局耶。重缺比以前甘之如饴？是啊。也是啦。你们确实有一些改变，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是啊，我变那么卖力，不是说努力就会有好结果吗？你们想赢，但不想输。会为会为确实是会为世人哪经得起输呢？你想赢啊，你也想赢，那到底谁来输？我管他谁输，我不要输就好了。可是你们就已经输了嘛。所以现在才来问你啊。想要有个赢，就注定要有个输咯。那就不要赢吗？不要，还是有个要啊。你们都知道了努力，也知道生命升华的重要，但却忘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场梦。你们知道乐，也知道痛，但却忘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执着幻化而来。阿卡贝拉不用用任何的乐器，单靠人声就可以发出音乐。这不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最纯粹、最原初、最无思无想的原初吗？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是回到本来。那我们学了《弟子规》，补充了好能量，有好能量不就是会赢吗？你有《弟子规》，别人没有哟。人家还把《弟子规》
视为本分，无欲无求，懂了吗？哎，你们来了这么久，还是一样，用着这颗利益熏心的心在理解这些真理。知道再多，还是一样，换汤不换药，换脑不换心呐、啊。最主要是这颗心呐、啊，心呐、啊。我的一颗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自清净。我的一颗心。Ladies and gentlemen，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阿卡贝拉大赛。今年会不会出乎意料的又重缺呢 ？Nobody knows，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的看下去吧。首先要来欢迎的第一组是去年同样有参赛的不靠谱乐团，他们犹如天使般的嗓音。在今年会不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各位观众，让我们掌声欢迎不靠谱乐团。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有种势如破竹、势在必得的气势，令人非常震撼。那他们这次是否可以蝉联十年冠军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谢谢不靠谱乐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组啊，德行好重要乐团。哎，哎，这组人马。好像似曾相识啊，他们不就是去年的啊不怎么拉乐团吗？哦，原来是换了团名啦。哎，连球球都变小了，看起来有种洗心革面卷土重来的斗志。 Very good， 人生不怕失败，就怕没有勇气重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啊德行好重要乐团的演出。在心底寂寥一座
世界，神力人继续充满这人间，过去沉睡的心灵，随岸相逢，醉月欢喜了大心底积了一座纯洁的高山，纯洁的高山，星空闪烁，星空，点点雪白化成一片宁静的湖，宁静的。太精彩了！经过一年的沉淀，果然让人耳目一新。我们再次谢谢啊，德行好重要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出。那请啊，德行好重要乐团先留步。那我们也请不靠谱乐团上台，有请。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最紧张的时刻啦。究竟今年会不会有重缺呢？这还真不好说。OK， 就在刚刚，评审的答案已经到了我手上了。那今年呢，我们来改变一下，我们先来颁发第二名。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今年的第二名是。恭喜我们的不靠谱乐团！哇，恭喜恭喜！哦，看起来很开心哦。啊，接下来要邀请易觉园刘德公司的董事长来颁发这个奖项，有请董事长。恭喜恭喜！好，谢谢。那我们请董事长先行回座，谢谢董事长。好的，颁完了第二名的奖项，今年的500万得主究竟会是谁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brothers and sister, father and mother, grandfather and grandmother， 2023年阿卡贝拉大赛冠军是冲拳。哇，他们去年重缺，今年又再度重缺。我要来访问他们一下。那我们先请我们的不靠谱乐团先行回座，谢谢。
好的，请我们的啊德行好重要乐团排成一排。那我们就从最显眼的最大个来开始访问好了。哎，这个最大个，哎，今天这样的比赛结果你感觉如何啊？我的感觉是，是我应该不是最大个啦，最大个在那边。哦，真的是活在当下哦，很好，没有因为今天的结果而伤心难过。good。那接下来我们来访问一下隔壁这位团员。这位团员你好，哇，今年又再度重缺了，你的感觉如何啊？我的感想是啊，重缺不是病，重缺是一种命啊。哇，很有哲思哎。很有哲思的一句话哦，重缺不是病，重缺是一种命。那旁边这位刚刚逼得很卖力的 B 先生，你刚刚这样子噗哧咳哧哧噗咳哧这么的卖力，结果居然还重缺，有没有觉得哇呕死了？其实不会啦，而且刚刚还有几个音逼错，应该要再更好才对。哇，很好很乐观哎，而且又有种就是自我反省，而且越挫越勇的精神。Very good, nice, nice。要跟我击掌吗？击掌。谢谢。好，那这一位团员，今天这样的结果，有没有觉得一丝丝的伤心、难过，觉得头发越来越纠结呢？伤心不会啊。爸妈有没有看到我？我在这儿啊。哇，看起来真的是志在参加，不在得奖哦。很好，得不得奖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把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很好，有听到有人尖叫吧，这是重点哦。那旁边这位团员，觉得开心吗？没有特别开心耶。但是心情蛮平静的。平静。觉得对于这个阿卡贝拉越来越有丰富的经验跟深度感。对了，就是这个啊，真的讲到重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场比赛举办了10年的意义。学习一件事情应该是要越来越有深度，而不是只学到它表面的技巧而已。Nice， 而且啊，你看你们的对手，他们可是这10年来都只唱这同一首歌。里面可是有门道的哦。真的。真正的大个子。今年又再度重缺了，心得有什么感想吗？我是觉得，肚子有点饿，应该吃点东西就不缺了啦。有点意思，有点意境哦。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无烦忧，无恼患，不被重缺扰心，很好很好哦。好，最后呢，我们来访问这一位，是去年疯狂飙骂我们灯光、音响以及主持人，也就是我本人的大声公先生，请问这位大德，不知道今年再度重缺，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可以小声的跟我们分享呢？我的感想是，如果连续3年重缺，能不能有点奖金呢？他们今年真的很不一样哎，哇，变得很幽默，而且又会自嘲。OK。各位现场观众朋友，其实今年的冠军并没有重缺，大家应该都猜得到是谁了吧？没有错，今年众望所归的冠军就是我身后的啊德行好重要乐团。是我吗？太棒了！哇，他们真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就如同他们的团名一样啊，德行好重要，变得礼貌、幽默、乐观、认真，放下得失，不再计较利益，而且开始懂得活在当下，懂得尊师重道，懂得学习一件事情的重要态度，以及人生生命成长的重要性，非常好。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恭喜恭喜！那我们这场比赛的幕后推手呢，其实一直在等待着真正以德为本，真正要落实出德行的乐团出现。那今年呢非常特别，我们真正
真的等到了这个真正落实出德行的乐团啊，德行好重要乐团。那也因此呢，我们今年的冠军奖金500万元，要邀请到我们这场比赛的真正幕后推手，神出鬼没的隐藏超级大 boss， 空也悟，悟也空，空空悟悟，悟空空的空悟大师来颁奖，有请空悟大师。疯子大师。我疯还是你疯？不知道道德的重要，活得不明不白，才是现在人真正的疯狂啊！醒来都是一场梦，但是你醒了吗？你醒了吗？更重要的是，你想醒了吗？哎，洪神师在召唤我了！哎，我要下去跟洪神师一起看接下来的演出，彩虹乐团的醒来的表演。Woo-hoo!